艺人这一行辛苦啊，红就是没有自己的时间，所以我很感恩。对啊，都是被时间追着跑。嗯，时间不够用哎、欸。对啊，就像你在台上讲一样，生病我只有两天。那现在好一点了吗？好多了，对。然后可是现在还是要每个礼拜还是要回去医院做一些清创啊、哦。那就一定要。跟总来了。对啊，你有没有看过？没看，对不对？有啦。真的吗？哦、我们刚才讲到说回忆比现实精彩这句话让我好感动。怎么说？你不觉得人生现在尤其到我这个岁数有太多回忆了？你让我记得最清楚是我带你去菲律宾5:30我去看你的房间有没有你在种睫毛。心灵你为什么不多睡一下？你说没有，这个要慢慢弄。对，睫毛真的弄很久。我还一起去新加坡啊。很多啊，所以我说我很多回忆我就上来了，我就所以为什么我说你那句话讲得真好，尤其看到你在内地又重新再一次的翻红，我看到抖音每个人在传你的爱你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是感动。我也很感动。我人生夫复何求，我现在还有三个艺人还在可以开歌唱。谢谢，我继续努力。但是你要把身体照顾好。有啦，很好，我其实很好，只是就是比较忙一点。对，但是可以吃的时候我都好好吃，我觉得可能就是最近都没有喝的关系吧。对，演唱会做完，你一定要多吃啦。对，有啦，有真的该吃的都有吃，而且其实都吃的挺均衡，鸡汤啊什么，妈妈也都会炖。艺人这一行辛苦啊，红就是没有自己的时间，所以我很感恩。对啊，都是被时间追着跑。嗯，时间不够用哎。对啊，就像你在台上讲一样，生病我只有两天。那现在好一点了吗？好多了，对。然后可是现在还是要每个礼拜还是要回去医院做一些清创啊。那就一定要。对。你有没有想到孙总已经多活9年了？你不会长命百岁啦？真的吗？对啊。啊，不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又还没生日。其实今天看到你，我觉得你开场那个服装好漂亮哦，但是让我感觉怎么那么瘦？哎，那我瘦的还是有肌肉线条。对啊，但是很漂亮。那你今天的 open， 我只能讲啊，我好惊艳。哦，那就好。对啊，其实我就是因为现在台北场是首场嘛，其实心里面还是挺有压力的，然后也是 很想知道大家的。你放心，我已经跟你讲精彩。那你也很敢，不安口就不安口。没有啊，我已经说了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了。没有，但是通常会安口、安口、安口就要出来，不是吗？然后我们这次就想说，就是演唱会一个很顺畅，就是不同的结尾方式、啊。你知道很多人啊，真的没有了吗？真的没有了吗？刚刚吗？对啊。哦，真的哦。真的、啊。真的没有了。但是我还是有认真唱好、唱满哦。有，所以我才说心灵爱你哦。爱你哦。